这是什么鸟？太厉害了吧！不愧是捕鱼高手。他是怎么把鱼吃进肚子里的呢？一圈三连送给他。让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不要眨眼，前方高能。我的天哪，这嘴巴也太大了吧，整只鱼瞬间就尸骨无存了。他还能继续吃第二只吗？如果可以，那他就是妥妥的大胃王了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又要吃第二只鱼了。这又是什么鸟？也是捕鱼高手。不过这只鸟吃鱼时比较文雅，不像刚才那只囫囵吞枣。这只鱼极力反抗，而刚才那只鱼却生无可恋。哦，你知道这两只鸟分别叫什么鸟吗？欢迎留言分享，记得点赞关注。